那这只呢，可以产生飞碟。每场对战是有几率的哈。那既然那么爱出的话，我们就给他介绍个丑霸了。那个好友在吗？要加我嘞？推荐玩家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这样吗？其实我也不一定要他们啊，我现在胜率那么高。对呗，被你硬硬控了。好可爱。自己玩到后期一直被那个，嘿嘿。送啊！真的很那个耶，趁机保沉默。趁机保沉默。真的是很会开道具呢。有种就1v1的。哈哈，他把队友救掉。天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手气那么好，连胜中。